在香港九龙市区拥有一个大花园的复式，是不是你的梦中情房？今天我们看这间是启德的天华，1499尺，再加700多尺的花园，整间屋就是复式莲花园，四房的间隔，户型就改动过。我们进去看看，首先就是一个花园，是一个 L 型花园，由大厅那边出，可以摆下一些台台凳凳做休息区，摆一些杂物或者 BBQ 的用途都很好用，尤其适合啲养宠物的小朋友。有咁大的户外空间，都很适合走动嘅。咁入到嚟就有一个长型的下饭厅，长7米，阔4米2，好宽阔。摆咗一个 L 型的 sofa。摆咗一个6人嘅餐台，都好靠近厨房，上菜就比较方便啦。餐桌旁有个餐厅柜，攞嘢都几方便，饮下水啊、咖啡啊、酒啊，仲有个电视柜。成间屋嘅装修最主要铺晒横石同埋砖，灯光打上去都几亮嘅。厨房就 U 字型嘅。以1400尺嚟讲都接受到嘅，然后呢个就是大门啦，有个玄关位，做咗一组鞋柜喺门口，梯底有一个少量嘅储物空间，成间屋嘅窗都几多嘅，个落字楼梯都做晒装饰同埋铺砌，我哋望翻个厅，然后顺住楼梯向上行，就嚟到睡房区。呢边就客厕，相当企理，用淋浴嘅。呢边就系睡房，做咗小朋友嘅睡房啦。然后有自己嘅套浴。呢边就另一间房，摆咗个衣柜同埋床啦。再转入嚟就主人套房啦。有个细露台，望出去就有一个竖景嚟嘅。然后个主人浴室有窗嘅。最后另一间房可以做书房或者工作房啦。成间屋就睇完，业主就放卖嘅，卖价就5800万。你哋觉得值唔值？今日嘅节目就系咁多，我系 Louis， 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